再好似我哋嘅图中勾翻一个小三角嘅位置，跟住之后我哋再继续扭，扭嘅时候尽量要将呢个计贴实。喺我欣赏我哋蓝色嘅 wax spray， 增加我哋面层嘅光泽感。再攞上我哋耳仔后方嘅三角位置，喷上我哋嘅 wax spray。最后固定嘅时候，我哋就唔好再用 U 片，我哋用上我哋嘅毛夹。側邊的頭髮我們向後扭轉，跟住之後前陰的頭髮，記住有需要的話我們需要往前拉。